帮这个客人穿的是，随和一点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帮他穿的很美一点。好，再来，我要换了。11月3号当天，两人吵架，他就勒毙了女友。不过其实事后他还陪着双胞胎儿子5到6个小时，喂他们吃东西。不过呢，想了想，其实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很可怜，居然一不做二不休把孩子丢到了洗衣机，再用棉被闷死，手段没十分凶残。然后早上7点多，大楼外穿短版上衣搭配短裤的呈现死者，他一边我讲倒其实比较不错，他打得蛮闷热的。啊，过一个礼拜要换又要再通一次。这是他遇害前的最后身影。过了几小时后，下午4点多，穿拖鞋黑色上衣男子疑似就是嫌犯，在喊后离开大楼，展开逃亡。你看一下婚纱照。陈姓嫌犯拿白纸遮住脸，面对的背景音乐忘了换了。赶快换一下，丑一丑一，不能再丑下去，赶快提醒一下。我刚也没有注意到，我觉得他好像有点紧张了，我就跟着他一起紧张。我们先来换个背景音乐，因为那个新闻的太怪了。稍等一下，对啊，等一下就穿另外一个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这个没，这个是没声音。这个是没声音，是。而且基本上，因为你已经戴你想戴了，所以你可以其实可以戴很久。嗯。对，就是说不用那么早换也没有关系，等到它就是完全好，或者是2个礼拜后也可以这样。对。而且我觉得你戴这个蛮好看的耶。对啊。嗯。而且大小也蛮适合的，刚刚好。对。你穿耳洞有考虑很久吗？很久。真的、哦。真的很久。因为他看很多失败的例子。但是你跟朋友来。主要是因为家人就是有过敏体质，然后就是来这边就听到老板说，其实过敏体质跟这个是没有关系。嗯。大部分是发炎没有、嗯？对，因为我们家是材质的关系的。对啊，所以我才。那穿了。啊。所以我才就是听完之后想了很久。最主要是材质，可能外面卖到便宜的，啊，那材质比较差，就常进出过敏的现象。正常人戴的也会贵的。很装饰性。终于，如果说你有什么不清楚，你不方便过来，你就密我就好了。你捏手的粉丝团密我，我再帮你看怎么回事。啊，我们传到宝库说你不用担心哈、哦。那、啊、这影片我晚上再帮你传上去，就可以做纪念。痛感是怎么样？你第一次传的痛感是？就很像有个东西感。如果说是，如果说最痛是10分，那这个大概几分？我接受数是才。一分，就很像弹耳朵这样。好、哦，这么不痛。对，我刚刚就很像弹耳朵这样用力这样弹，就这样而已。哎，这个我们没串弄好了，他是新的客人。好，谢谢你哈、啊。